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听到你知道，鸡皮疙瘩到现在还没消。那现场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。对呀，好听到我肚子都饿了。哇，因为有香味进来。这个香味呢，因为知道今天曹哥来上节目，然后最近一直在宣传，对，很忙碌，怕他身子累坏，对，而且怕他脾气会。不会。哦，对，已经压抑住了，压抑住了。所以老师今天也特别带来鸡汤，对不对？准备了他最喜欢的鸡汤。好贴心哦。他喜欢喝你煮的鸡汤。不是，他喜欢喝的鸡汤。哦，对对对，好的，请。哇，太贴心了。哇。哇，涂老师特别带来。他喜欢喝鸡汤。哇，黑的，好不好？嗯。乌骨鸡也好。黑的，黑的。哇哇哇，蛮大块的哦，香啊！给 Gary 喝，对吧？我还以为你要先给你老婆喝。我想说，把我们当什么？真的，展现爱情的那种伟大。不是，我被骗两次。涂老师弄完之后，我已经降了，他就哎，拿给 Gary， 拿给 Gary。我以为你要在那边当众示爱，我还要献上婚礼的祝福。来，要喝一下，喝一下。这是你最喜欢的，老师是真的蛮贴心的。哦，行，过瘾，过瘾，过瘾。老师的爱心哎，老师五点起床特别去买的。不，老师是你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学生这样子一直看待，就其实就是家人了。我觉得就是像家人这样，没有错。他刚从这个谈话当中啊，感觉出来他很感激。嗯，就如果真的没有你当时这样子也是发掘他的话，或许就没有现在超哥，对不对？那也绝对没有。也不可能有这么漂亮的太太，然后这对儿女，因为你太太也是因为你的歌，对，喜欢上你，然后开始跟你交往。嗯，对对。哪里？你也喝一碗没有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谢意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曹哥说的？我们平常就其实像亦师亦友，像哥们。对对对对，那也不习惯那么严肃。嗯，对对对。太震惊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有什么话跟 Gary 讲？对对，你也鼓励他一下。希望你的专辑可以大卖，对，然后小朋友都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开心。谢谢。我最后还是要推荐一下，因为有很多活动嘛，对，也希望大家到现场可以去支持。当天带你的太太啊，小朋友一起去啊，有可能。如果要看到那两个可爱的小朋友本尊的话，就到现场去。对对对对，再次谢谢曹哥，谢谢。